这孩子到底在喝啥呀？ Hello， 你们看啊，我现在从头到脚全部都是黑色的，就能猜到我今天到底要去干嘛了吧？就是挑战吃一天黑色食物。我现在比较担心你喝什么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要不有些店里面万一有卖那种很奇特的黑色的饮料呢？OK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去了几家面包店，好多好吃的，但都不是黑色的哎，好饿。继续去找。你现在脑袋里想到的黑色食物有哪些？黑木耳。啥？黑木耳这里没有吧？老外不吃。对。又进了一家超市。怎么早饭还没吃？先看几冰淇淋来了。还是没有黑色面包。我现在看到哈梦都感觉好香啊。只有失去了才会珍惜，你知道吗？看了半天，没有找到黑色的食物，那我就先买瓶水吧。可乐，可乐你可不能喝。不是可乐，就是水。水你更不能喝了，那不是黑色的。先等一等，我自有妙计啊！稍安勿躁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哦，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黑米糕。哦，对，还有芝麻糊也是黑色的，这里也没有。天哪，好惨啊！哎，这是黑色的吗？这个是不是黑色的？挺黑的。Solid state chocolate no。Para blandible, sí. Uno. Para tomar acá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黑啊！这个是真够黑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秘密武器，噔噔噔！它居然带来食用色素。虽然是黑色，但是口感会不会很怪啊？不知道啊，平常做蛋糕的时候用的色素嘛，也没有口感很怪的，好像没什么效果。那就再加一点。呀！不服你 this way， 来吧，黑了。怎么有点发绿呢？那就再加一点。拎起来啊！ shake shake shake， 哇，现在黑，现在黑。咱们来尝一下黑过的水，味道没有改变，但是我已经发黑了吗？没有。哇塞，那么神啊！这是白水的味道吗？对，味道没有改变。可是看起来像在喝墨水啊！看着比较难以下口，但其实很好。你要不尝尝？老母亲，你来尝尝。啊，真的，就是矿泉水的味道，看上去很恶心，但是就是水的味道。这是我一天的良药。哎呀妈呀，我实在是太聪明了，真的做万事都要有准备，家人们。还给他嘚瑟上了。让我们来尝一下今天的主食吧。说好的黑色呢？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。那我是意思是我只能吃皮，是这样吗？虽然，但是是的，只能吃黑色部分。每一口都吃得很艰辛。它虽然甜，但它是那种很纯正的巧克力味，没有上次那个那么难吃。虽然不爱吃甜的，但挑战就得全力以赴。哎，也不能浪费啊！吃那么甜，对妈妈来说也是考验呢。真的，我现在真的是看什么都特别想吃。我们下次挑战能不能换一个，就是那种好看一点的颜色？好看的颜色不一定好找啊。哎。黄色就很好，又好看又好找。想的还真美，后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，就只能买奥利奥了。同样也是每一口都很艰难。这个白的呢，实在是有点刮不掉了啊！家人们就不要要求太高。我的妈呀，今天太黑了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早饭吃完，又突然想到，我今天又不能吃肉了。没东西吃就去逛逛街吧，黑色夹克还挺应景，还顺便买了双鞋子，一下子就不觉得饿了，精神食粮是真的，瞧把它没的。不过在西班牙找黑色食物也真是难。我后面呢是巴塞罗那最有名的市场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黑色食物，走。周末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多，这里的食物更是五彩缤纷，琳琅满目，看他发现了什么。最美，它这里的水果有一个很好的点，就是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，酸酸甜甜。好吃的东西没一会儿就没了。这比我挑战十欧吃一天还要难，因为颜色实在是太局限了。下次挑战吃黄色食物吧 ，please。你看，要是黄色食物，这些都能吃。还真是。好像又发现了啥。Sí。Pequeño。Sí。这蛮好的。好的。Gracias。对，好迷你这个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终于知道甜的了。这我不能吃，给你吃。啊好。很嫩，很好吃哎。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鱿鱼裹上这个酱吃？你试试看。看这孩子也是可怜，看看能不能弄黑吧。黑了。
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可以。小朋友的快乐很简单，很平凡，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，很好玩。他需要的陪伴。你知道你现在叫什么吗？叫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可惜锅里的都不能吃啊。迅速光盘。老公，今天的古巴米炒饭吃的好多了。就是这满嘴黑。虽然这个市场生活还是挺大的，又姐姐的午饭，又知道了水果，吃完午饭就想吃冰激凌，可是走了好多好多好多家店都没有找到纯黑色的冰激凌。鸡蛋仔也在这里，但是也吃不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喝水解馋了。店铺已经开始售卖各种万圣节装饰了，还看到吃豆皮小狗。逛个公园，发现小鸟都能吃苹果，而我只能喝水，实在是太惨了。现在几点啊？6点的巴塞罗那还好亮哦，我好饿，我们去找找哪里可以吃晚饭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有一个我经常去的餐厅，里面可能有墨鱼之饭。走，还吃墨鱼之饭？对啊，没有东西吃了。我太难了。Hola, este arroz necesito 30 minutos, ¿no? Mínimo. Mínimo 30 minutos. Sí, se puede hacer ahora.Sí, pero de ahora hasta que salga son más o menos 30 minutos, ¿sí? Sí. Vale. Sí, ahora le damos la mesa y ahora mismo la pide, ¿sí? Vale. Gracias.他说不行，要只能坐下来做。我其实还挺喜欢墨鱼饭的，因为除了难看点，其实也不难吃。等了半小时后，饭终于来了。好黑啊，这个感觉比中午的还要黑哎。对，更不同的是，比中午好吃。现做的到底不一样啊？我发现这里的墨鱼也是黑黑的，不用染色。真呀，真满足。这孩子是真饿了，只顾着吃饭，连话也不讲了。你不觉得咸吗？还是有点咸的，这比起我之前吃的好多了。7:13，等了半小时，吃了13分钟。喝完这瓶水，今日挑战就要结束了。这色素真是卖得恰到好处。谁还知道他以前是黑水啊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得很饱。好，说一下你今天的感受吧。我今天的感受呢，就是巴塞罗那的黑色食物是真的很少很少。不过呢，要吃饱也是可以的，但可能会吃得很憋屈，很单调。但今天我是吃饱了，希望下次可以找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颜色。你们下次还想看我们吃什么颜色？小星星最高的我就去吃那个黄色。